原标题：罕见老照片，美国摄影师镜头下的1880年的朝鲜生活周刊，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和最有名的图片杂志，由时代和财富两大杂志创办人亨利·卢斯在1936年创办。不少摄影大师都曾经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，其中包括罗伯特·卡帕、艾尔弗雷德·艾森斯塔特和女摄影师玛格丽特·伯特怀特。罗伯特·卡帕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，拍下了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场面。这组《Life》杂志1880年代朝鲜老照片，真实再现了当时朝鲜的风貌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